顺便进来这边买个鱼松，再加上一鱼松。抵达碉堡露营区。这一次我们第二次的露营是碉堡，在东北角这里。啊，看到了我们的帐篷，到了，这一次我们租的帐篷。就是这个，跟上次六号花园的很像，但是我们这次租就是前面有一个小小的客厅区，然后请它客厅装饰连接在一起。它有很多种帐篷的型，就是你可以上网先去看，然后看你想要租哪一种类型。我们这个位置是12号的位置，每一个营位呢都会有附一个桌子，所以如果你没有桌子的话其实也是蛮方便的，只是说今天刚好是下雨天。前面就是富基渔港，下面还有一个草坪区。这边的话是入口，进来之后这边是老板他们会在这里，然后这边就是位置，营位一二三五六七八号，旁边这边就有碉堡。过
去就可以看见碉堡了。然后九号的话就在碉堡的另外一边。边看出去的景也不错，我们是12号，中间这边有沙坑，小朋友可以游戏的地方，这是我们12号位置，13、16号位置，然后这是17跟18。厕所就在这里，这边就是洗澡啊、上厕所的地方，你要洗碗也可以到这里。淋浴间，旁边有贩卖机、冰箱，还有脱水机。冰箱在这里，可以放东西，也有冷冻的可以放。然后旁边这边下面也有从这个楼梯下去，一样有淋浴间、厕所。吹风机的话就是在这个货柜里面，有贩卖机。下来这个草坪区，看看这边看出去的风景是怎么样。觉得如果人多的话，几个朋友一起约约在这个草坪区也是不错，还蛮漂亮的，整理的也是很平整。海岸线第一排啊，那边就是富基渔港。其实那一排的话就都是营位，下面第二层的话都是草坪区，其实草坪区还蛮大的，绕着一圈。走着走着，绕着这下面走，然后就到了咖啡厅区了。咖啡厅区的位置还蛮可爱的，就直接看海景。停车场。停车场旁边这边也有厕所，但是洗澡的话还是要到刚刚那边去，就是17、18那后面的。走上去，噔噔，又回到碉堡这里了，近看碉堡。走过去，树很低，今天下雨真的是超不方便的，必须穿雨衣撑伞。碉堡，
准备晚餐，本来要吃火锅，因为我们中午吃海鲜吃得太饱了，所以简单一点吃个寿司，做鲔鱼寿司，然后原本要配玉米浓汤，结果忘记带玉米罐的开罐器，所以呢那个玉米酱就没有办法煮，只剩下玉米粒，那就用这个来包寿司好了。饭条忘记带，只好用这个炒菜的来挖饭。第二次露营很多东西都忘记带，然后就吃水果，喝点小酒，简单布置了一下里面，因为今天下了一整天的雨。有个小星星灯，没有办法去外面走，其实从这里可以看到外面的附近渔港，但因为下雨实在是下一整天，有点麻烦，懒得出去走了。这一次还多带了小圆灯、萤火虫灯 ，DIY 自己做的。你看这，完成了我的丑丑寿司。虽然长得不好看，但是很好吃。